NHS 我这边说了一个电话，说 NHS 我的 NHS 号码错了。NHS 的号码错了什么意思？你这边有一个 NHS 打过来电话，说我 NHS 号码错了，让我摁你二呀。哦，那你应该是收到我们单位的语音通知是吗？对，语音通知对。行，那麻烦你提供你的 NHS 的号码给我，我先通过电脑来帮你做查询。你稍等，我查一下。哦，可以。你要哪个号码啊？NHS 的号码，你有没有安装我们 NHS 的 APP 呢？有。行，那你帮我登录进去之后，你看到主页的上方有一个 NHS number， 稍等啊，号码的，稍等。好，我是查不到哎，我给你姓名、出生年月，你能查到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要不你提供给我，我试着帮你做查询。嗯，明亮张，你的大名是张明亮。好，那再来。5月12号，1978年。你这边稍等我一下，我跟你核对一下，叫明亮张是不是？对，你稍等我一下，好，那今天我帮你查询下来呢，发现到今天会通知到你，是因为你新申请的 NHS 的号码在今天审核通过了，那要不你先记录一下，好吗？请讲。哦 ，T2641 ，T 二六四幺，对吧？数字的七，72641，七二六四幺，七二六四幺，然后呢？对，21925，21925，没错。那我请问一下、你旧的 NHS 的号码是有出现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会又重新开办一组新的？没有出现问题啊，我也没有申请啊，我没有申请新的 NHS 号码啊。你没有申请的话，怎么会有人使用你的信息又开办一组新的呢？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帮我查一下呗，为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帮我查一下。你是哪里啊？你从哪里打过来的？我这里是 NHS 的客服中心。你在哪儿啊？是你电话的工作人员。你并不是我通知到你的。你是在菲律宾还是在缅甸？什么东西？我说你是在菲律宾还是缅甸？有这点时间好好去找个工作。有这点时间好好去找个工作，不要这么瞎闹啊！做点啥事不好，这么被人骂的，会被人揍的，知道吗？你说你这么年轻，你这么年轻，你说你个傻逼，你为啥要做这种骗人的事儿呢？闲的没事干是吧？你先听我说一下，好吧？我不需要听你说 ，OK？ 你们这套思路，我觉得太搞笑了。你从哪里拿到我电话？太搞笑！你从哪里拿到我电话的？啊，有的时间不，你不能好好找个工作吗？啊，整天搞这些，骗自己人的钱好，骗自己人的钱，你对得起你父母吗？啊，你对得起你爸妈吗？你应该不是大陆人吧？你是缅甸、马来西亚，你还是哪里的？你信不信我能顺着网线爬过去把你抓起来，你信吗？你信不信我能顺着网线爬过去能把你抓起来，你信吗？像你这种，你凭哪一点要抓我的？我凭哪一点？我凭哪一点都能抓你？我让你爸妈，我就删了你，你知道吗？